可能东北菜更豪放一些。但是这个住包括背井离乡啊，就到客场打比赛这感觉上还是不一样。韩德君第一位被打莫泰尤纳斯翻身跳投漂亮，韩德森有所掩护。韩德君高位的跳投漂亮。我们说最近的韩德君的状态确实不错对，哎呀，刚好篮板球，韩德君六分了。防守丁彦雨航这个策略上也是告诉了郭艾伦，就紧盯他。对，前手他接球，我们看从韩德君把球交给低位，韩德君就是在面对好球、面对莫泰的时候应该有所回应。中间跟进的是韩德君，好球，以慢打快。对，两个人出来掩护哈布森，韩德君低位打贾成，大勾手漂亮，出分给巴斯，好球。最后一秒韩德君的出手，就这球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二加一的嫌疑啊。对，韩德君今天是已经拿到18分了。韩德君好球，这球助攻是来自于哈德森，电影行自己得分呢也是到了21分。韩德君好球，你别看韩德君这个身板啊，正面能够突破陶汉林，现在有点犹豫。赵继伟出分，外线刘志轩第一机会没投，给篮下，好球。这一波突分啊，不能说山东防的不好。看一下赵继伟基地给韩德君，漂亮。韩德君得分上30了，哦，还不罚球。在篮下韩德君好球打进，26.9秒。哦，啊，想挂一个大韩的掩护，然后刘志轩呢？ Step on the land.